这个歌可以从现在开始吗？副歌一点上不去了，我陪不了你了，真的上不去，上不去，真上不去。无情，爱到最后要分离。哦，好听哎！不能呼吸，有你的牵挂，燃尽我白发。唱了，再努力。我们唱了，努力的跟上。想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，发现有点干扰你们。是，对，我俩呀，张开了嘴，发现发不出声音。我有一度甚至想这样唱。好，那我们雪琴，我最近非常喜欢阿琳，但是我她的歌确实我实在是上不去，所以想接触一下，就是学习一下，能不能熏陶一下？其实是不是说做歌唱搭档的身份，是经纪人的身份？是的，是的。是一个那种我们抓住那种游戏吗？是不是用逮的？就逮着就算。我刚刚仿佛要逮到了。谢谢两位。谢谢两位。我选择他。吴音，吴音，来来来，带上我，带上我，谢谢，恭喜两位。不想听听原因吗？我们心里也有点数，有点数。完了，最后一张网了。对，只有最后一张网了。李雪琴和吴音，来有请。这里面呢有一个矛盾点啊，我觉得武艺可能不忍心让雪琴姐姐站到这个泡沫墙上面去，对不对？忍心，但她厉害，但是问题是她又特别厉害，对，她三二一特别厉害，真的。咱们试一下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别了，我站吧，来试一下。这样好不好？你让她跟你玩一把，如果她赢了你，她就来玩，你就上去好不好？好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哦，一击击中。你配合我吧。你配合我，他真的挺厉害，很厉害。吴艺，你忘了吗？他跟谁来着？五比零，是跟谁来着？老秦，来三二一，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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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好，五比零，游戏结束。相信队友，相信他，可以。呀，加油，吴艺，没关系的，你可以的。好，好，请我们六位来到我们的这个位置上面，全员出战。我们这样，我先那个请泽林帮武艺走一遍，让各位后面的朋友知道那个节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，挑战开始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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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自己走吧。好，你自己走吧。You what？ 我走不过去，我发现。这么难？这也太恐怖了。很恐怖。好吓人啊！我真的好吓人。因为我本来打算这个到中间的时候，我这个亲友团能让着一点，我感觉过不了阿琳姐这一关。阿琳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好认真，她没有情绪变化，她就是巨大的眼睛瞪着你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我不会第一关都过不去吧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好，来来来，好紧张啊！好紧张，好刺激，好紧张，来准备挑战。开车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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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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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下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在你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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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看这边。哇，下一个！哇，快快快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在你看这边，在你看这边，在你看这边，在你看，在你看。好，下一个，来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！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。在你看这边，在你看这边，在你看这边。好滚，好滚，快拍！快拍！快拍！快快快快快！快拍！成功！成功！哎
相信自己，吴一哥，一身汗呐、啊，真的好吓人，太紧张了。可以可以，啊，一下我就说了。感谢，不用谢，没让。但是武一哥还是非常厉害，武一真的非常的厉害。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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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看这边。慢一点，速度太快了，节奏。三二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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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二看这边，三二看这边，三二看这边，三二看这边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，没了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，好，过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弟弟在第一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跟雪晴玩过。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游戏中坚持这么久过。我是看你好乱。对，我看你也好乱。不是乱，哎，怎么在哪儿？李白来唱两句。李白哦，如果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回答正确。他们是几啊？你别这么问，我们没数。他们是三，我们没参与。一二三四，来，请惩罚。下面就由哲哥二选一，现在你失去了你的队友杨迪。没问题，你答得很爽快，哲哥。那我就雪晴。小晴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来，雪晴加入了。感觉哲哥要砸自己头了。对，我砸你。迪哥靠你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就砸，狠狠的砸。我来砸。还是这个题型。不能打对方、啊、好恐怖。不是我砸，我以为你要打雪琴。没有那么打我的。哦，好，来准备，请看下一题。你会吗？要不要？看听他的。不是你，可以啊。哎，哎呀妈，哎呦，哎，哎呀妈，哎呦，这太小了。来吧，等一下，哥，这边太小了。可以。无关风月，我提笔等一回。等什么？我提笔等什么？不知道了。我真不知道，哥也是刚才听的，白敲了。哥，你轻点敲吧，我有点惭愧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这是几点啊？十点半。飞机场的十点半。哎，你对，你终于会了吧？你会唱吗？飞机不会，问你唱吧，哥。不会，你唱吧，哥。飞机场的十点半。谁残忍的决定给你？我选是吧？对。爽。下面这题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必须是中文歌，但是它的关键词是一个外文词语。好，来，请看下一题。开始，好，来，开始，好，来，是你们，来。Baby， 还有两首，好，来，陶喆、雪晴，来，请坐，陶喆、雪晴，来。叫啥歌？I love you， 无法不爱你 ，baby， 说你也爱我。五四，我爱你。三，我爱你。回答错误。你这次不叫我。这啥？爱很简单，我的歌。对不起。答题是错。爱很简单，好，来下一首，第二首。爱很简单，来唱，再唱一遍吧。你刚都没猜对。爱很简单，快点，哥，对不起。I love you。忘了，最近。一直在这里 ，baby， 说你也爱我。好，下一首。爱你。Baby， 情歌王。可以。可以，他刚才错了。下一题，还有爱你，王心凌。Oh baby， 爱什么稀罕 ？Oh baby， 爱什么稀罕？继续抢答。哎，我们，到我们了。哎呀妈呀，哥！不是，
再来一首。太难了。水不够了是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觉得玩游戏别上头，有一些年轻人啊血气方刚，没有抢到或者别人快答对了就惩罚自己。对。而且那会儿是真的很上头。不 不是因为小琴我唱什么歌他都没听过。那这样你要不要求求他们救救你，给我换走，把他换走，换走，把雪清换走，快把我换走，救一下哲哥。对，看你哲哥要疯了，快救救哲哥吧，哲哥要碎了。哲哥戴上护目镜，就是喷你。好好，哲哥请坐。哲哥你现在想要选哪位成为你的新的队友了？我现在真的要选人了。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我非常有动力，我要转经纪公司了。你的经纪人一首歌都没有听过。他一首歌都没听过。选谁嘛？为了我很讲很重感情。哎呦，一哥抱歉了啊，跟我们想的一样。再见了哥。再见啊。不用再见了。得救了，可以了，你今天可以了。不要再见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是一个搞自己人生手法啊。请讲了。嗨，来弟弟和雪琴来。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。歌名叫自己。回答正确。蒙对了哥。你我这个歌是我说的，这个歌是我说的，耶、yeah!